差唔多幾年喎，之前
自己嗰個創作思維。咁我想上嚟咧，有冇咩鼓勵？其實我覺得今次睇到個電嘅作品咧，其實佢幾成熟咯。即係我覺得就係香港嘅，其實未來都會一批即係中意玩風格設計嘅啲畢業，其實嗰個作品都牽動到好多人。覺得佢好多作品都好犀利，我都想繼續參加呢個比賽。我問佢就係好多人睇佢嘅作品啦，究竟係點樣啦？佢話都好好唔一樣啦，咁嘅感覺啦。咁還有就是你覺得就是你的作品在那邊給人的感覺是，好像玩具啊，或者是一個藝術品一樣。其實我覺得還是更加偏藝術化一點點。跟香港的比较玩具一点的作品不太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来看了以后感觉很喜欢，但是好像是不太像玩具一点点。我想问个问题啦，梅子啊，你来自何方啊？你有冇高大？听唔明啊？你来，广东话你都识听，我知道。你咁高大嘅，你系边个省份嘅人？来自哪一个省份？你哪里人？你什么地区出身？是吉林省。内地的吉林省。北方的大风。是的，我们的冬天是很冷很冷，零下20-30度那样。在哪里呢？还没走呢。广东人，有卷内的广东人，
对，所以比较小一点。你希望可以明年再来参加吗？哦，当然希望，如果你们邀请的话，哦、下次一定要问问他们喜不喜欢。哦，我再，哦，谢谢大家。我再唔太想用多次普通话问一问你，你觉得香港的朋友呢，这个玩具的收藏家呢，顶不顶？可不可以？所以他们懂得不懂得欣赏你的才华？是懂得的，懂得，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荣幸。嗯嗯，但是你的东西卖完没有啊？没有，没有啊。那么我们大家技术支持嘛，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卖很多。希望下一次。对对对。最后有没有什么可以跟香港的朋友说一句话？这次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香港做这个小展览，非常小的，也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也谢谢 Vincent 和大辉的邀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啦，咁我哋先请翻个节目嚟啦，好啦，我唔识制咁啊，各位设计师，上嚟讲完咧就落翻去，唔好企咗喺度啊，知唔知啊？如果唔系咧，我唔记得你企咗。我的 air 啊！一望后面有啲人喺度，边位咧？好，第二幅相啦，唔该，都系嚟自外国嘅，哇，日本，日本设计师啊 ，Kendall 先生 ，Kendall， 我俾掌声好嘛？咦，我哋系咪用日文呢次啊？啊，你又做？咁啊，教你哋啦呢啲。你好似得系咪啊？你日本公司做过啊嘛？公司之话。教你啦，教你啦，拜拜。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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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哦，有反应，有反应。哎，停啲，太好啦今日。停啲 ，OK。咦，好啦，我问啊 ，Hi Mr. Kento， nice meeting you。Nice meet you。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はじめまして。まあ、どうでいいもんね。Is Japanese okay? Japanese okay. Okay. Good, good. Yeah. 好嘅。好，咁我問你正常嘅問題啦。你廣東話嚇，哇，好靚喎 ，translation。哎，唔好意思，你哋翻譯都唔放過啦，已經。你哋嚇唔係我哋 ，OK， 唔好意思啊，講下笑嘅啫 ，OK。可唔可以問問 Kento Sir 咧？其實你覺得日本設計師同香港設計師咧，其實嗰、那個佢哋嘅創作嗰個風格咧，係主要係分別喺邊度啊？私も結構日本でもアメリカンタイプなイラストなんで。因為他在日本畫的時候都是畫一些比較歐美風的一些插圖啦。でも香港の方々にも受け入れられてるようで嬉しいです。而他在香港都可以被大眾接受到他的畫風，覺得很開心。咁我想問咧，我問啊，見你冇反應啊，問咁啊，繼續問啦。其實咧，我見啦，阿 Kento Sir 咧，佢嗰啲畫風咧，其實都我覺得喺香港嚟講，佢比較算係前衞啲嘅。係咪即係日本佢哋朋友去接受嗰個尺度咧大啲嘅咧？呢個係一個好 sexy 嘅女仔嚟嘅喎。日本の方にも受け入れられますけど、香港の方がより熱狂的だと思います。咁佢日本嘅人咧，通常都接受到嘅，咁香港都接受到就好開心啦。咁亦都，但係相比起香港嘅人咧，佢就覺得日本嘅比較內向，所以係啦，會冇咁明顯咯，顯露得。咁其實香港嘅人咁。即係嚟到呢度啦，今次啦，咁普遍佢覺得香港人接唔接受到比較即係咁性感嘅風格？啊，もう全然皆さん、もう幅広い年代で見てもらって嬉しい。咁佢就覺得香港嘅人都好大尺度，咁樣都 OK 接受到走性感路向嘅一啲插畫啦，所以。其實他來到真的很開心了。我想問 Kento 就是今次參加這個展覽呢，他的感受和他明年會不會繼續參與我們同行的一個展覽。
あ、はい、はい、最初は不安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とてもたくさんの方がブースに来てくれて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とても光栄です。佢開頭咧，其實就好緊張嘅，咁就開始有啲迷茫，唔知道會唔會被接受啊，或者覺得 O 唔 OK 啊，中唔中意啊？咁但係去到嚟到呢個 booth 開始擺展覽嘅時候，發現有好多客人嚟到啦，都好想識佢嘅作品，而呢樣嘢令到佢真係好開心，好開心，佢覺得比任何嘢都要更加開心咯。佢出年會唔會繼續參與咧？呢個問題，即係參加しいです。如果有機會，佢一定想參加嘅。我都聽得明。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你應承咗你唔好走喎，知唔知啊？應承咗冇得走數啦，係啊。啊，我知。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好，咁我哋可以請翻 Kendall 上。Thank you, 歡迎做細媽。好，多謝曬。好啦，咁我又問到下一位，你估係邊個咧？隨機抽樣啊，不分大細啊。會。哇。我師兄啊，阿師弟，我以為你師弟添。啊，哇！我你唔係啊，我師弟啊，大佬。我咪攞埋。嗱 ，William 咧，其實咧喺廣告公司咧，我入行咧，佢教我畫 storyboard 嘅，所以佢一定係我師兄嚟嘅。咦？但係佢我哋兄弟嘅一份子。啊啊 ！William 你睇極都係後生過你喎。梗係啦，我哋啲扮老嚟。因為兄弟阿曾大後嚟到啦。阿師兄，師兄，師兄。好啦，咁啊，今次係咪第二次參加同行啊？應該係啦，係咪第二？差唔多太多錢啦！你上到嚟好惡咁喎，就你有咩問啊？你有咩問啊？我係第一屆就已經參加到而家㗎啦！哇，好支持，好支持！係啦，係啊！咁啊，今年你覺得嗱，今年我真係見到你有啲嗰只我叫老虎啦。你其實你覺得其實我都比較藝術啲嘅真係獅子，係啊，獅子嚟啊 ！sorry， 獅子。咁你覺得你香港？係啦，唔好意思。咁咧就你覺得咧，其實香港嘅朋友咧對藝術玩具嗰個接受程度去到邊咧？應該係越嚟越高嘅，係啊，所以我先賣曬，存到而家嘅啫。係啲嘢賣曬啊嘛，所以就接受得高啦。唔係咁講啊，唔係咁講。因為佢哋係開始係欣賞嘅角度開始越嚟越濃厚啊。嗯。咁即係同埋你會睇到，除咗我做呢樣嘢咧。即係好似阿 Vincent 今次帶咗啲另外啲設計師入嚟咧，係咁你都睇到佢哋係向我個方向，同埋而家個某程度上係有好多啲靈活嘅啲比較藝術性啲嘅雕塑啊，嗰個即係雕塑嘅藝術嘅。咁啊，我哋見到內地咧嗰個對藝術嘅嗰個接受度咧。多得啊！即係稍稍地比香港更熱刺喎。係，其實阿曾大哥嚟㗎嘛，係咪咧？係㗎，係。因為其實如果你講公平啊，係咪要放啲嘅？其實我都係，你中意放邊個都知，所以就係佢哋個基礎功咧，一定係講得好嘅。因為首先佢哋有受過可能更加專業嘅審批。佢哋呢啲係專業嘅時候，專才嘅，係專才嘅。有，即係有老師啊。係咯，係專科大學老師啊。專科大學係啊。咁真係，我係將佢嗰個基礎嘅東西擺咗做嘅。放翻多啲作品啦，大家就可以去分藝術展裏邊，網上可以睇到嘅結果。咁啊，我呢個真係好多後輩嘅，都成日傳咗俾。多謝啊，多謝啊！喂，咁啊 ，Emma， 我哋下一個係邊個？你介紹啦。唔係我跟你。佢下一個，等下啦，等下啦，等下啦。可能係你要梳下啲肌肉先咧。睇翻啲基本嘅。你睇下啲白下腿。最緊要嗰個係將地衝地健身先。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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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我哋亦都係一個設計師喎。都參與咗差唔多可能9年至10年係咁啊！佢真係做咗換，即係做咗嗰啲畫出嚟畫錯嗰啲出嚟咧，就差唔多9年10年。但係做咗
票據出嚟咧，就擺五年之嚟睇啦。其實你嘅 character 咧，好似個波波咁咧，其實點樣去做出嚟？即係吸大啲人先吸大啲。其實本身我係教練啊，咁收翻啲啊同健身嘅嘢，第一下波叫咩咧？所以咧，就想台記咧十多年，即係又有一個台記翻嘅功夫喺度。係啊，即係原一個個就係一啲打零。係啦，咁其實就係好少打零，有個兩個原因，喺個台度轉得好多，所以有更多球產出現，抽兵出嚟即係試運。設計師運用幾成？設計師咧要少少時間嘅。咁咧，當初你會諗住去，即係本身入到唔跟教練啦，係啦，而家成個呢個 character， 因為本身咧，我做咗好耐健身教練，咁啊，一般就係譬如話《君子雜誌》嘅我自己示範嘅健身嘅一啲專欄嘅嘢，咁但我想做推廣要推得起更多人，可能女仔啊或者小朋友咧，其實我就都如果指佢咧。上去就呼，咁咧好多時咧錯個重點咧就係我哋成個重心向咗前，咁令到膝關節咧個重即係個負擔好大。咁所以咧其實咧我有個方法就係你諗咧唔好諗前面腳曲先，就諗下後面個膝頭哥落地先，咁你就會成個垂直咁落去。咦，好靚！跟住上翻嚟，係啦。咁如果你後面唔曲先，前面落先咧，就會成日出現咗一個好多人唔知嘅問題。咁啊，你如果個大髀肌肉用得唔到。就會傷到個關節啊！咁但係如果你諗一後腳落先咧，你成個感覺咧就會攰好多，咁啊效果就會有效好多咯。好啦，唔該曬 Brian， 真係時間真係夠。其實大家有留意換個 TV 嘅話咧，其實頭先嗰幕咧係演出過㗎啦，已經。我哋即係重播咗多次嘅啫，所以佢都有心理準備嘅。咁唔該曬 Brian， 好，多謝 Brian。我哋請下一位嘅設計師啊，因為時間我哋好緊迫。邊個咧？哇 ！Jason， 哇，又係 Jason。喂，上嚟講兩句啊，影張相啦，都唔怕醜啫。好，真係啊，咁我面向佢啦，即係佢好長氣嘅。佢係唔係長氣，佢係怕醜。怕醜 ，OK OK。好啦，下次嚇。好，我唔記得戴頂帽上嚟添，唔可以。好，下一個，唔該。歐長明，喂，但我哋都介紹下 Jason， 雖然佢唔上嚟，我都介紹下 Jason 嘅創作。都好啊。係咯，佢中意。咁佢最中意咧，就係咧將啲 character 咧融合立啊。咁就嗰首嘢就好勁㗎啦，即係又係玩馬騮仔，同你都差唔多喜好喎。我哋大家都係馬騮仔出身啊嘛，即係成阿媽話你嘅衰仔成日馬騮仔咁。咁啊 ，Jason 基本上咧，亦都係十幾年前，亦都係同我哋鐵人時代嘅一齊出嚟嘅設計師，亦都係堅持住佢嘅設計咯，即係玩佢嘅風格咯。咁到今日我都好欣賞佢本身嘅設計。好，咁啊，唔該 Vincent 介紹啦，咁啊，介紹咗啦，好唔好啊 ？OK 啊 ，OK， 好，你有嘢想嚟補充？好，下一個歐長明，歐長明過咗，唔好意思，退翻頭先嗰格 ，sorry 啊。歐長明可以出嚟未啊？歐長明喺邊啊？啊，你又唔出嚟？上嚟啦。係嘛？你嗌喺度嗌又聽你唔到，你上嚟。歐長明咧，亦都係一個好資深嘅玩具設計師同埋製作人啦。咁亦都出過一啲教人做 figure 嘅
殊嘅。其實佢而家一路都喺玩具業裏面咧，默默咁耕耘咁嘅，係啦。你耕耘緊啲咩啊？阿超人。近排做呢個 copywriter 因為串錯字嘅呢、這個。所以你不想嚟，我特登試你嘅，就睇你係咪咁小氣。我哋做手板特別眼你噶嘛，呢、這個係。其實大家好，其實超人嘅正式嘅名咧就叫 James Bond， 唔係 James Bond， 係 James Bond。James Bond 係。James Bond 你自己話嘅。James Bond。嗱，咁咧我睇到你嗰啲創作咧，好金屬喎，你係咪好？係 metal 啲人嚟，因為我好中意銀，所以咧我就選擇做銀，希望可以揾到銀。哦 ，OK， 一個好事。咁但係今次嚟咗呢個 show， 好似帶咗一身嘅，好似殭屍仔咁。哦，係啊，因為玩得電腦太多咧，今次咧就嚟一個大突破，全部就噴黑去。咁啊，比我預期中，我諗住咧應該會唔係幾受歡迎嘅。點知原來係好中意，原來好多人咧好中意啲黑掹掹嘅嘢咯。原來係嚇。係咩黑掹掹？真係唔知啊！咩摸下你係有手感咁咯。即係人哋暗示啲嘢賣都好啊。哦，咁啊，梗係啦。即係有啲囂，有啲囂。我識佢都係咁，比較囂啲嘅。係謙啊！我謙，咁又俾你溝到嘅。OK， 好啦，咁我哋多謝阿超人啊！好啦，留翻啲機會俾下一位主持人，抽時間，抽時間，穿出我哋大把機會，因為佢通常都好，我哋下一位，希望唔好串錯字啊！哇，我有問佢啦，哇！呢個咧又係呢個勁啊！呢個資深玩具設計師啊，又係係啦，資深資源咧，佢又冇帶兩條雙節棍上嚟喎，好似冇錯，佢又表演咗又試嚟啦，我頭先立到啦，大家好，立到嘢上嚟喎，好似攬咩上嚟？嗱，我介紹咗你嘅作品或者介紹你嘅設計師嘅生命啊，俾大家聽咩？介紹咩啊？設計師生命咁樣，你嘅生命係點樣啊？我做咗Husky 零三呢個品牌十五年啦，咁啊開個咖啡店，開個自己嘅直營嘅專門店啊，咁就做下授權，咁啊持續都係玩同一個形態，Husky 城三推動呢個關愛動物，咁啊不斷演進唔同嘅系列，可能變成機械人啊，變成啊餐廳嘅廚師啊，咁啊變成天使啊咁樣咯，咁啊好為源於一個概念咯，啊咁啊就係希望做啲作品。能夠安慰到喜歡動物的人。咦，咁點解係 Husky 咧 ？Husky 好長嘅 story， 簡單講，我就係喺巴黎底下，巴黎鐵塔底下見過一隻 Husky， 就好靚，我覺得好 cool。咁以為嗰人，以為巴黎人可以養狼啊，咁啊後來翻到香港先知，原來嗰只唔係狼嚟嘅。咁啊由嗰個開始就喜歡咗，同埋性格都好似我嘅。Husky 表面上好 cool 啊，但其實佢係好貪玩嘅，唔能夠做呢個守護犬嘅。咁啊同我都一樣啦，其實。我都係內裏都好熱情嘅嚇，咁啊，就唔係咁難相處。咁啊，阿 Husky， 你阿 Kelvin， 今次你其實參與呢個同行係第二屆啦。係啊，第二屆。咁你覺得阿 Kelvin 亦都係同行裏邊咧，我哋內閣嘅一個好好幫手嚟嘅。咁你哋咁做得咁舒服，亦都可以多謝下佢。唔係，我幫好少。我就好懶嘅，我揾曬啲內閣咧做嘢，我自己就唔做噶啦。大家小心啲啊！佢仲有嗰個武藝嘅喎，會唔會試啊？高超武藝，試唔試啊？即係打三下呢個，試唔試啊？你嗰個咧？呢個其實咧，不如簡單講少少啦。即係除咗我做緊，我講少少啦。你揈啊！我自己做緊我嘅設計創作之外咧，咁我都幫緊香港雙節棍總會阿劉萬良師傅咧去推動呢個雙節棍運動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就我啲作品啊，或者我啲 T 啊，我都有用雙節棍呢個形態咁啊。咁啊，我哋帶咗佢啲練習棍嚟喺呢度賣啦，接咗咁啊就賣曬咁啊派曬。唔好講咁多啦，揈啦不如啊！我初學者嚟嘅。揈嚟睇下啦。嗱，傾靜少少。哇！俾掌聲。哇！你好，俾三十秒你介紹下。呢個我認識得佢就係初頭係玩玩具嘅，而家加入咗我哋嘅同學。O K， 我都企埋啲啦，你 fans 就係。你真正點樣稱呼你咧？叫 Joy。阿康。阿湯。康。阿康。叫 Joy。阿 Joy。江。我姓江。哦 ，O K。阿江先生。
咁你而家覺得加入咗呢個玩具行業，你覺得壓力大唔大咧？壓力大喎、哦，係嘛？收入唔穩定。收入唔穩定啊 ，OK。咁啊，呢個係我哋嘅收入唔穩定，係我哋專業嚟嘅。冇錯。咁其實你覺得如果設計師平台咧，你而家做咗設計師啦，咁你覺得喺香港做呢個行業係對於自己嘅品牌嚟講有冇得發展空間？其實咧，香港係有潛力會做得好啲，但不過喺香港咧就有個好大嘅方便咧，就係、是、靠近生產嗰度咧，我哋揾咧就會方便啲。係啊，我都覺得係。咁即係呢個係好大便利，但係市場咧。可以再多元化啲咯。OK， 咁或者你介紹起，介紹你自己個品牌係做啲咩 character？ 其實咧，我個品牌咧，其實我做咧就冇話一個特定嘅方向去做，但係咧我每一次咧會有個主題。咁呢期嘅主題咧，我就揀呢只咧就牛頭，其實就好簡單，就係、是、我哋成日細個成日聽牛頭畫面嗰只牛頭。咁我係做啲比較我。其實叫做香港地道啲，我哋會記得 okay, 支持香港文化咁咯。咁又冇咁講，即係我淨係，即係因為我細個係接觸呢啲嘢，哦 okay、我諗得多呢啲嘢，咁又中意啲古靈精怪嘢，咁我所以攞嘅主題就做呢啲咯。哦 ，OK， 好，我哋多謝你啊，多謝你，希望你多謝你繼續支持同學，應該好耐㗎啦，之前有上好，下一位節目㗎啦，好，下一個啦喎。哦，林薇小姐，頭先咧，哎呀！又唔記得做動作，哎呀，做乜嘢啊？做咩啊？關人哋睇下先，啲男性荷爾蒙太多，係咩？上嚟嗰啲又生鬚啦，又大隻啦，咁又好男人，而家終於嚟個衝皮膏嘅我哋衝淡下佢 ，OK， 中和下先啊，林皮 ，OK， 林皮小姐，你個名字真係好正啊，真係實記得你。好似今年咧，我發覺咧，我認識你做女飛侠到而家咧，今年嘅女飛侠特別 colourful， 特別。特別彩喎，係啊！依家做啲開心啲嘅顏色啊嘛，因為始終玩具又開心啲。哦 ，OK，、啊、好似你又多咗隻新嘅 character 喎。係啊，咁今次就將蘇菲入邊嘅古仔嘅一個角色帶咗出嚟啦，咁、哦、佢叫比利兔啦。哦，咁我都做咗有六隻顏色嘅。哦，係特別版喺呢度會場有得賣嘅。係啊，係啊。哦 ，OK。你男 fans 定女 fans 多啊？你係一個女性設計師咧，仲有咁多女仔嘅。其實我做插畫做咗都有七年到啦。其實以前就真係女 fans 多嘅，但係做咗玩具之後咧，就突然間多咗班男 fans。哎呀，點解咧？係我唔知啊，即係可能玩具真係暫時都仲係男性比較多。咁開唔開心啊？多啲男 fans。咁都開心嘅。圍住你喎，成日都。佢哋會好。快手跟住就我要呢隻就買。我快手買呢啲嘢，可能快手約你去街添，快手問你攞電話咁嘅。未有呢啲。咁其實都試下都得嘅，你去佢個 booth 度同佢傾下，可唔可以攞個微信或者 Facebook 嘅 account 可以大家做 friend 得啩？都有嘅，有嘅。有嘅，哇！即係會聯絡下嘅都。哇！咁啊幾好喎，真係。我哋多謝曬你啦，因為留翻啲時間俾林飛先同你傾偈啊，好，好，多謝曬林飛小姐啊，時間關係我哋要快少少，好，呢個有冇來啊？呢個 top toy， 依人喺度，好，好，邊個？冇啦，我嚟到，依人我嚟 ，OK， 三二六號台過咗啦，好。喂，有冇得介紹啊？呢、這個其實我都啱啱認識呢位年輕人咯。咁其實佢有啲就係、是新嘅加入嘅一個設計師咯。我哋叫啲係咪邪？咁我連佢嘅名字我都唔記得咗添。咁呢、這個反而我比較熟啲。係啊，我之前有同佢合作過嘅。哦，你合作過。佢係主要係做雕同埋上色啦。哦 ，OK。係啊，咁佢Chess Talk Toy 咁都係偏向比較。邪啲邪交類，邪交 ，OK， 我哋乜交都歡迎嘅，係哇，係，買即係啲老細直係流緊汗啊，係啦 ，OK， 好，我哋下一位，好下一位，好啊 ，Johnson 亦都係前插畫師協會嘅會長，嗱，可能係一個資深嘅插畫師，冇錯，可能又有互相投訴嘅時間，因為發覺佢哋係串錯字啊 ，Vincent 嚟，係咩？我又串錯字，串錯字，我哋就好咩？係。Johnson， 咦係喎，係咯，又串咗字，啊，又串咗字喎，唔係啊，你吹得我急啊，做好神，係啦 ，Johnson 先生，喂，你個白粒唔係白粒紅喎，好厲害嘅喎，咁厲害，咁厲害，嗱，你唔好望住我啦，望住鏡，係，緊張，緊張，白粒紅點解會做啲咁核突嘅嘢嘅咧？哦，邪交嘅嘢，其實我之前咧就做咗只狗仔叫 John Dog 嘅，哦，咁但係就有啲朋友咧
咁啊怂恿啦，話誒不如試下做下邪教啊咁樣。咁其實我又覺得都唔係好邪啫，都唔係好邪啫，係都唔係好邪啫，好靚啊！咁但係就都幾好玩嘅，因為我覺得做呢一類嘢咧，即係可以將自己釋放到出嚟，即係比較可能就更加放啲添。咁就所以我做咗之後咧，我覺得我自己皮膚又好咗啦，嚇個人咧又冇咁容易嬲喎，因為啲嬲啊真係曬落去佢嗰度啊嘛。要靚就要做做膠啊！係啊，絕對係。我覺得你嘅手法有少少同一啲而家試下邪膠唔同咯，因為你融合咗你自己畫畫嘅風格喺呢個哦，係係，咁變咗幾 artist 嘅咯。呢啲真係你先講得到，因為我哋唔識咧，係咪？係啊，即係入咗個數咁咯。唔係幾好啊！真係係咪啊？多謝多謝，因為 Johnson 曾經都係參加插畫師會嘅，係啊係啊，會長嚟㗎。所以我比較喜歡遊嘢，所以隻隻都是自己逐筆遊咁樣咯。所以不是浪得太明嘅啫。啱啱啱。好，多謝你先。多謝多謝多謝。因為我同佢計數串錯名。唔緊要，唔係我哋下一個啦，唔該，我哋下一個啦。Poland 應該今日冇嚟 ，Poland 亦都係我哋資深嘅一個玩具設計師啦。佢 Action Figure 咧 ，Give Me Five 咧，亦都係世界好多收藏家收藏佢嘅作品嘅。同埋佢最好嘅作品都好有 fashion 嘅 style 嘅，咁今次佢帶嚟咗一個新嘅咧，一隻帽仔嘅公仔咧，亦都係佢嘅新產品。咁留待下一次佢自己上嚟介紹啦，好唔好 ？OK， 我哋下一位，下一位唔該。馬輝其實好忙啊，佢得閒，所以佢又飛咗去日本。冇錯。咁今次咧，佢亦都好為呢個 show 同我做咗啲好特別嘅。公仔啦，今次亦都好支持同我啦。咁我哋下次有機會再訪問佢啦。招牌公仔啦，呢個。O K。好，下一位兩個，好快。Kitty Cat Creation。Kitty Cat Creation 啊，阿貓。貓。唔喺度啊。佢今日都唔喺度。O K。佢咧其實咧，今次呢個公仔咧好特別嘅，因為呢個女仔咧其實係佢自己本人咯。呢個係佢先生咯，其實係一個愛情結晶品嘅一個作品嚟嘅，即係喺度放閃係咪？係啦，冇錯啦。咁呢個作品其實可以喺塊木上都畫好多嘢嘅。係啊，嗰次訪問佢不停嗌住先生個名，放閃係咯，真係都唔係亂設計嘅。基本上可能係佢曬恩愛，但係好事嚟嘅，將佢嘅生命咧灌注喺作品裏面咧，影響其他人啊嘛，開心啊嘛。冇錯，冇錯。好，你下一位咧又好。哦 ，Aaron 咧，其實咧佢應該唔喺度啦。咁咧，嗱 ，Aaron 咧，其實一個今次同學裏邊咧，亦都係肩負咗一個好重要嘅責任，亦都係幫到同學手做咗一個串連海外設計師嘅一個中間人。咁所以今次咁多外國設計師嘅作品嚟俾大家睇到咧，亦都佢花咗好多時間。咁本身佢自己嘅作品亦都係偏向好中意做機械人嘅，亦都參與我哋 figure 比賽攞過好多獎嘅。咁亦都係一個資深嘅新嘅一個新一代嘅玩具設計師。咁佢嘅太太就 Melissa。係啦。O K。係你再講咧，佢個太太上唔到嚟講噶啦。O K， 好，我哋下一位。好。Vasco， 哇！要急口令啊，可能。好，嗱，我哋不如咁啦，我哋介紹佢，跟住陸陸續續再叫啲設計師上嚟啦。啊，因為時間都好，時間快，好好注意。Vasco， 你好，你好，你好，我可以俾30秒你講下你自己啲設計啊。呢只叫做拍卜啦，咁樣係有個古仔嘅，佢係河童嚟嘅，咁喺個井度住咁樣啦，就去揾一個小女孩嘅故事嚟，因為從來未見過人類。就去探索呢個世界咁樣，類似咁樣。咁我哋下一位先啦，下一位叫咩叫咩？咁咧就都要係啦，下一位。O K， 下一張唔該，下一張唔該。哇，三人組呢個三人組啊，但係就派咗一人組上嚟。O K， 三世作啊，呢個叫。冇錯。哇，睇到你哋嗰個作品好得意喎。係一隻馬騮嚟嘅。係你係邊位啊？三位中。係三世作千年。仲有 Tech 同埋劍，啱啱今年參加第一次。O K， 系啊，咁都係新加入我哋設計師行業喎。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又係三兄弟喎 ，Vincent 有冇啲似曾相識咁樣？哦 ，O K， 最緊要就係和氣身材咯。O K， 咁依兩隻咧係同一隻猩猩同一隻貓頭鷹咧係我哋新嘅概念嚟哦 ，OK， 我哋希望可以叫啲人去你個 booth 度睇到你個作品。多謝支持，多謝支持。因為時間有啲趕。
我哋都係我哋唔啱開頭玩太耐。係咯，李志達咧，其實今日都冇嚟，但係咧佢，哦，啊不過阿湯可以代表係嘛？三三。Okay, 好，我哋一位資深嘅漫畫家，係冇錯。OK， 咁我哋下一位，羅華，羅華，鍾榮，鍾榮就係一個，你終於有啲女仔啦。係啊，呢個我介紹啦，呢個因為係我徒弟嚟嘅。我哋徒弟，我諗咗屋企驚你講第啲嘢。唔講 ，OK。因為阿嫂喺度，阿嫂都唔知幾中意佢。好 ，OK，OK。好，羅華你好。Hello。你嘅作品係？有咩風格噶？哇，好 Q 噶喎！清新自然，清新自然同你一樣啦，嚇、啊，一樣係咁。你知唔知你有 fans 咧？私底下聯絡玩具 TV 咧，佢話做乜你班友仔唔介紹呢個作品啊？係咯，哇，幾驚啊！即刻滴曬汗咯！其實你呢個作品叫咩名啊？拉拉烏靈。拉拉烏靈。咁主角就係花仔，咁佢朋友就係 Uncle Cole 係鼠學嚟。花仔其實咧好受歡迎嘅，即係喺國內亦都好受歡迎嘅。咁我希望你嘅作品咧越嚟越多人欣賞啦，越嚟越多愛戴啦，係咪 ？OK， 你繼續加油。知道。Thank you， 好，唔該曬。好啦，我哋哇，真係我哋。阿 Steven。Steven 要上嚟。阿 Steven 咧亦都係雖然佢唔係我哋同行嘅內閣，但係佢亦都喺個過程亦都幫到我哋好多手攝影啊，好多嘢都幫我哋手。咁亦都本身亦都係一個教 figure 啦，教公仔啦嘅畫畫嘅一個導師嚟嘅。大家好，都係一個好媽媽。成日都見到你有個女一齊。多謝你。係咯，一齊買玩具咁樣。係啊，喺電視點撞到？係咯，但係你嗰啲靈感係咪嚟自女女或者係個家庭啊？絕對係。今次我嘅作品叫做《鹹蛋妹與怪獸吧》。其實有少少都係我兩父女嘅身份，其實兩父女嚟㗎，係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小嘅劇本，咁咧內容咧就係香港嘅教學壓力實在太過大啦。咁我就用呢個 topic 愛嚟做咗我嘅創作。咁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夢境嚟嘅，就將呢個夢境入面咧嘅鹹蛋妹點樣去教訓佢爸爸，唔好俾佢爸爸咁大壓力。OK， 好嗱，由於我哋真係時間嘅關係啦，不如索性邀請你設計師上嚟影張大合照。真係，因為我對以下嘅設計師，我心表好聽啊，因為2:30又要交場，咁啊，即係好遺憾啊，咁啊，我補翻下次請飲茶，Vincent 嘅。OK， 好嘅，咁我哋所有設計師，我哋上台咧，我哋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好好嘅設計師。係，其實我哋今年同行都冇好好嘅，只不過就我哋希望大家第三屆更加努力。冇錯，冇錯。感覺有啲似金像獎頒獎典禮咁啊！最尾咧，嗰啲導演啊、明星上曬嚟 ，OK， 好，人嗱人才仔仔嘅真係嗱，大家認住呢班係我哋香港，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中流砥柱啊，真係嗱，當中我哋有啲即係成熟啲嘅咧，啲有啲新進嘅師啦，我哋企側邊啊，不如你企騰中間騰間，我哋企側邊，唉，我哋唔係主角，設計師先係主角，哇，咦？好多人，哇！人才濟濟，好 ，thank you，thank you。吸唔吸煩到啊？個相機需唔需要排前後啊 ？OK 啊，得唔得？要褪過啲係咪啊？褪過啲呢一邊係咪啊 ？OK， 我哋有啲男仔可以喺前面踎低後生啲嗰啲啊嘛。我又分兩排咯，我扮埋，我扮埋其中一份。後面再拍埋啲。嗱咁啊，時間關係咧，真係唔好意思。咁你得唔得？褪過嚟呢邊唔該，一路過。go邊省我哋未有口號啊！我其實冇口號嘅，我就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啲。玩得開心。第三屆大家同行設計師加油！冇錯，希望咧屆屆都有越嚟越多新嘅舊嘅設計師嚟到參與當中。我哋設計師界咧喺香港咧將會成為我哋國際知名嘅一群。係，冇錯，打出去國際。冇錯，事實上真係嘅啦，已經。希望大家本土嘅朋友繼續支持。啊 ，keep 住呢團火啊，大家好。Elman 有冇嘢講啊？
咁啊，梗係繼續支持同行啦。第三、第四、第五。其實又多謝玩具 TV 啦，玩具 TV 一直都好支持我哋啲玩具創作人啦，亦都係我哋一有產品，佢就第一時間就會訪問我哋。仲要多謝靈速喎。哦，靈速喎，我哋一定係一定要定多謝啦，因為佢哋亦都同事啊、老闆啊，亦都好支持我哋咯。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啦，咁啊。好，咁多謝曬，多謝曬，好啦，咁啊，唔買口號咧，我哋就最後尾咧，我多謝各位啦。咁咧，希望你哋咧事業更上一層樓。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the show. I'm sorry we are keep pushing. 招呼唔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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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唔識講，招呼唔到添。好啦，咁咧就喂 Elman， 喂我哋呢，嗱今晚呢始終要我哋捱。唔係捱咗，即係我覺得我成日好大壓力嘅做呢啲事。係啊，因為時間又好緊迫啦，有人又多啦，我都心表抱歉。係啦，又驚唔覺意。阿 Leo 令到大家辛苦，亦都多謝阿 Leo 啦，因為佢 unbox 咧，亦都帶咗一班團隊嘅外國設計師，好多噶。係啦，多謝曬 Leo， 多謝曬 Leo 老闆啊，唔上嚟，多謝曬 unbox。好啦，我哋直播到呢度啦，亦都多謝曬所有工作人員啦，唔該曬你哋啊，非常非常好，再見啦，春天見，拜拜。